师傅，你仔细的看一看我。自从我跟了你以后，你看看我现在瘦的都没有个猪样了，让我的同类怎么看我呀？嗯，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你看看你这身膘，要是减减的话，整个人就会神清气爽。你看看吴静，多么的精神！师父，这凡间怎么都是成双成对的？吴静切记，万法缘生皆系缘分，一切随缘。师父，万一有一天随缘随到你头上，又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让为师翻翻经书。翠兰呐，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啊？翠兰，八戒，你又动杂念了。这方面你学学悟空，你看他就完全没有这样的烦恼。师父，大师兄他懂个屁！你看他使那点兵器，你还不懂吗？嗯，什么意思？耍光棍吗？光棍耍的。刚刚都说什么呀？再说一遍。大师兄不光棍耍得好，美猴王的称号简直是天衣没有缝。还用你说？大师兄今天很开心吗？出去的时候连裤子都不穿，潇洒。我去纳凉被偷了，老师让我抓住那个毛贼。我也把他裤子脱下来，让他露着。看我干什么？我又不喜欢你的裤子。哼，搞笑。悟空，你的裤子在我这儿。师父，你要是喜欢这裤子，不告诉我吗？你刚才说要脱谁的裤子？悟空，我看你这裤子上面破了一个洞。我帮你缝好了，你试试。好漂亮，我喜欢，我穿。大师兄，以我的判断，好像有妖气。
不知道你是何方神圣，我们路过此地，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你若犯我，我必打你，我乃天蓬元帅，多少给个面子，走开。本地小河神呢？他回话了吗？嗯，他说什么？滚。嗯，路只有一条，狼山，还回去。好的。师傅，救！
旅途劳顿，多有乱尘杂土，还请施主见谅。你是男人？那施主觉得贫僧还能是一个别的？哎，你是哪位啊？看到了什么？什么呀？我今天看见男人了。不可能，女儿国怎么会有如此动物出现？千真万确，我还和他们说话了呢。相貌如何？相貌，大眼睛，双眼皮，一笑起来很阳光，很亲切。我明白了。有病啊！陛下有病！看来要打开先祖典籍了。这道诅咒十分凶猛，只攻心髓，多有男人传给女人。国师妈妈，先祖女王曾经说过，万事万物唯独男人最为狠毒，谎话连篇，如果身中情爱之毒，将会肝肠寸断，泪绝而亡，若解此毒，必断其根源，得杀了他们。杀了？嗯，杀了。嗯，杀了。你今天累了，赶紧回去歇会儿吧。来人呢，去。去看一下。是。哎。
八戒呢？嗯，哎，老沙，嗯，八戒呢？师傅，二师兄，那。施主，此地西凉女国。喂，喂，你们这里一个公的都没有吗？你聋了？女儿国，不知我等所犯何罪？男人，死罪！搞笑。小妮子，你不要再用这种眼神看我师父，嗯，听到没有？
休得无礼。奏陛下，长祭祀昨日见子母河水躁动不安，料有毒物降世，果不其然，捕获毒物四只，公马一匹，恳请陛下圣断，绝不可以听信妖惑之言。陛下，我等一行只是误入此地，绝非毒物。还敢狡辩呐！铁证在此，看你们看完之后还有什么话说。先祖预言，会有一个和尚带着一只猴子、一头猪和一个全身蓝色的莽汉来到这里，他们出现会使我们女儿国灭亡。有图为证，当当当当！哎呀呀，哎，哎呀呀，前只一模一样啊！哎呀呀，你们看，你们看呐，画我画的特别像呢。这画的分明是一只蝙蝠吗？那不是蝙蝠猪吗？那哪能是猴子，分明就是蟑螂。蟑螂猴？我靠，什么品种？别吵了，拖出去杀。是。慢着。陛下的意思是他要亲自审问，再杀不迟，押走。师父，只要你同意，我可以去跟他们单独聊一聊。师父，只要你一声令下，我就冲出去，闹个天翻地覆。大师兄，师父肯定不会同意的。悟空，还等什么？快啊！陛下这么晚来，只是想见他吧？没有，我只是想赶在国师妈妈杀他们之前弄清楚那个什么毒的问题。来，给我看看你们的血气。气势如虹。出发。是。陛下在这儿，这是谁干的？太凶残了！别闹了。
现手段的时候到了，有什么本事都拿出来，一定稳住这西凉女国的出口。悟空，可是你觉得为师有什么本事？师父，你一点本事都没有。我们刚刚被偷袭了。是不是你们干的？不是我们干的。我要亲自审问你们。你看什么看？我看你又怎样？你师父都出去了，你还敢打我呀？你再看一眼试试。我再看你一眼又怎样？你师父都出去了，你还敢打我呀？揍狠是吗？不喜欢大叔的。别费劲了，我真的对你不感兴趣，咱俩有差距。这回没有差距了吧？要是输了，你得说实话。放马过来。我是不是赢了？骑马。先祖女王在世时曾经说过，世间万物唯有男人最为狠毒，谎话连篇。他们先是把女人骗到手，然后再逼迫他们生孩子，生了孩子就不理人，最后再出去找别的女人，是不是这样？阿弥陀佛。陛下，其实小僧和您说的那种男人不太一样。就是这句话，国师妈妈说了，每个男人都会说这句谎话。看来你跟他们都是一样的。既然陛下不屑小僧的，那何必又来找小僧呢？因为我想你了。但他们说这是病，得治。对峙，陛下，那您吃药了吗？这是情爱之毒，无药可解，所以你中毒了吗？那你想我吗？
陛下，其实对你来说，小三真没什么好的。我是个出家人，很多事都做不了，还有很多戒律清规要守。比如呢？比如小僧吃素。我也吃素啊。小僧每天都起得很早。我也从来都不睡懒觉。小僧不近女色。我也不近女色呀。陛下，你放我们走吧，给我们指条出路，让我们一行西去吧。您讨厌我吗？我不讨厌你。其实我这一生只有一个方向，就是去到西天求取真经，回来帮助芸芸众生脱离苦难。这本手札记录了小僧一路西去的心得和感悟，陛下看了就明白了。好好保存，这是孤本，有借有还。不用还的啦，送给人家吧，大方一点啊。悟空，你什么时候来的？俺在你吃素的时候就来了，一路都收下了。快说，出路在哪儿？我不知道出路在哪儿。我们女儿国的子民从来都没有出去过。拿过来，拿过来。但是我会想办法帮你们找到出路的。国师大人到。国师妈妈，我已经审问好了。陛下，是不是动心了？没有啊，动什么心啊？那就好，那微臣明天就杀了他。你没什么意见吧？没意见，这些毒物就是该杀。好，好。悟空，啊，女人吗？星星，真的呀，看我的，师父，
师父啊，师父！啊！等等，来人换剑，换个厉害点的。来，为什么要换剑啊？男人死罪，长得难看，罪加一等。有没有品味？我这是粉嫩，好不好？放箭！我抗议！完了，全部扔到悬崖下。是是。没事没事，这里是子母河，是女儿国一切开始的地方。子母河，很久以前我们的先祖在大婚之日被负心人毁了婚约。不光如此，那个男人还想置他于死地，所以先祖才会来到这，设下结界，与世隔绝。我记得了，后来他将自己一生在外界的所见所闻全都记载在了藏书阁的先祖典籍里，而唯独有一页是残缺不见的，很有可能这一页就记载着离开女儿国的方法。这就是说，你们先祖就叫两只小龙虾来守在这。这里，那就是说这张废纸有可能藏在这里。那我们该怎么？悟空，快点找啊！这雕像上显现的，应该就是你们先祖的尊容吧？嗯，这里是他的圣地，玄人不可冒犯。所以你们在这里绝对安全。悟空，你看。你们说的那张废纸是这样的吗？哎，就是他，抓住他！啊！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好，哎呀，好嘞。请问你出路？大师兄，我来帮你。
找到了吗？没有。这上面写着，只有知道情为何物，大门方会打开。那情为何物呢？这个小僧也不是很懂。我倒是听说过一个传闻，有人说在这西凉女国里曾经也发生过一段爱情。这个女孩她爱上的是一条河，但是他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见过彼此。到底西凉女国的外面有什么？
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出去看看。不知道我在外面遇到的第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有人能听到我说话，你可以回答我吗？找不到西凉女国的出口，另一个人找不到入口，但是那条河却为这个姑娘停留了下来，从此不再流淌。哎呀，哎呀，哎呀，多的疼！哎呀，哎。师傅，你怎么了？哎呀，哎，猴哥，救命！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知道了，是他们掉进了河里，喝了那个河的水。什么水？喝了一口就能怀孕的子母河的水。恭喜诸位，诸位这是有身孕了。悟空，为师要怀孕了，这还得了？我要当娘了！活该！怎么办呀？我们要出去，门都没找到，你们三个又怀孕了，为什么那么不小心呢？怎么办呀？大师兄，现在是我们怀孕，又不是你怀孕。没事没事没事。也是，悟空，想想办法。师父， 我的样子像怀过孕吗？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猴子，你要快点，师父他们3日后便会生产，一期不候。不怕，阿难尊去去就回来。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神色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大圣，我美吗？如意真仙，吓着了？男的？你才男的呢，你会不会说话呢？人家都说我是全九国最漂亮的女人，讨厌。我师父怀孕了，我想找落胎泉的泉水，有吗？好啊，等一下。美不美？嘿，我要把阴泉倒到阳泉，再把阳泉倒到阴泉，这样重复个7-8次，再加上枸杞、大枣、大葱、大蒜等7749味名贵药材，再熬制9981天，就可以炼制出1人份的堕胎泉。81天，
对呀、啊，不是，有没有快一点的？有啊有啊有啊，那我就快一点把阴泉倒的阳泉，再把阳泉倒的阴泉，再快一点的重复个七八次，再快一点的熬制九九八十一天。有没有存货呀？有啊有啊有啊，真有、啊！看，不过现在没了，你说多气人！我知道这过程很辛苦，但等你把孩子捧在手里的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陛下的意思是说，想让我把这孩子生下来。既然你要拯救苍生，又怎么忍心舍下这个孩子呢？每个生命不是一样都很珍贵吗？是我好绝望、啊、五姐，你怎么了？我的胡子掉光了。很帅呀、啊、对不对？对啊，现在我特别的焦虑，坐立难安，不是吃就是睡，活得像这个猪一样啊。你骂谁呢？你闭嘴。师父，注意一下孕妇。不要碰我！我不想活了。哎呀！其实这里啊，是不可以落胎的落胎权。真正的落胎权在我眼睛里，需要大圣用真情来打动我，让我留下真情的热泪，这才是你想要的落胎权。大圣，打动我吧。打动了，打动不是打疼心呐、啊、你要打动我的心呐、啊、真情真情啊，大哥，打哭的不算。什么真情？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能有什么真情？傻子。突然有一种好幸福的感觉。好幸福啊。糟了，小唐，小唐他没心跳了，刚才他还踹我来着呢。没事，他只是睡着了。闭上眼睛，感受一下他的心跳。你生下来吧，我帮你养。要养，就算再难，也是小僧自己的使命。哎，大圣，你们去西天干嘛呀？去西天取经，度众生。度众生，好伟大呀！可是这些落了胎的孩子不也是众生吗？每当有人落成一次胎，我都会在这里点燃一支蜡烛，照亮那些落胎孩子的前路。如果不喝落胎水，我们怎么去西天？你爸这个恶人我来做。只要师父能去到西天取得真经，刀山火海，天打雷劈，三个字，来，来，来！走开！别动，眼泪要下来了。大圣，
亲转告你师父，我真的好羡慕他，他能有你。你咋这么帅呢？嘿，师父，我拿到落胎水了。师父，落胎水。悟空，为师有个重要决定要告诉你。为师决定把这孩子生下来，你该想好了。嗯，那就生呗。好了，记住一下。定。师父，老孙的职责就是要保护你，你不是普通人。拖家带口，如何洗去？如何护你？进！你为什么要替他做主？那是他的孩子。你不会比俺老孙更明白我师父的了。或许他要的不只是你明白他呢。这么告诉你吧，我师父心里面只有句取西经，容不下别的东西。这不是我说的，你不信你问佛祖。小时候，寺里的主持告诫小僧，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抄抄经书，只要把字写端正了，心绪就宁静了。放心，小僧没事。世上安得两全方。
微臣只是不想见到陛下背离先祖遗愿继续错下去，可是如果先祖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呢？那我们也就是错误的一部分，永远都是。陛下放心，微臣保证只是暂时收监，我保证不伤他毫厘。微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陛下。陛下不用担心，小僧不会有事的。监牢吧，我是大人，推他出去。你们带我去哪儿？先祖预言有一段还没有说出来，他说总有一天陛下会离开玉儿国的。不可能，陛下是天选之人，是女儿国的命脉所在，他一旦离开，这里将会万物凋谢，女儿国也将不复存在。you
师兄。孙悟空，你神通广大，请你救救陛下吧。俺师父呢？和陛下一起上了苦海行舟，离岸去。苦海，这苦海举目无涯，回头无岸，一旦启程便注定终生漂泊，从来没有人能从这儿活着出去。小僧一定要从陛下回到岸上。
有喜悦，可惜这一世我没法带你去看一看。没关系的，若有来生。好，若有来生。Thank you.
这个孩子是我女儿国命脉所在，你成为了国师，这一生唯一的使命便是将他抚养成人，你切不可辜负天命。你在吗？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我不能再来了，因为就在今天我接受了我自己的使命，我要用这一生去守护一个孩子，他将会成为女儿国的国王。当我们还在等待爱情开始的时候，原来已经走到了尽头了。成一盏长明灯，祈求先祖之灵成就陛下。长明灯必须等到燃尽，陛下才有苏醒的可能。玄奘，这世间但凡能放下的都是你未曾拾起的，你是选择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切记，重披袈裟之日才是你启程西行之时，切记。你想我吗？
时候，你一定能够重披这袈裟的。如果世间真是一剂良药，那这世上就不会有这么多医不好的苦难，舍不下的别离。你等了我20年，燃尽了，长明灯燃尽了。
行吗？去看陛下。不可以，不可以。王不借由天命，你去找大海吧。是永远都不会离开陛下，请你走吧。
佛祖，众生苦海里难，请你告诉弟子，弟子应当如何救度。神，二十年来你执念深重，如今更造下滔天恶命，你可知错？和尚，回头是岸。
儿们，前方是何地界？山，一座一座山。什么山？火焰山。赢，这山烫呀！出发。师兄呢？他们先走，叫我过来和你们道别。不是吧？这样啊？不够意思。二师兄有话留给你，要我如实的、深情的念给你听。妹妹呀、啊，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的功国未满。此去西天，不要等我了。除了记住我美男的模样，别的就忘了吧。求求你了。其实我还是喜欢你原来的样子。是这样吗？吓跑你们！我就是卷帘大将。卷帘大将，那是干嘛的？卷帘你也不知道，就是每天当玉帝经过，我就帮他卷一下帘。卷帘，哇，你好有才华呀！那不就是看门的吗？这个位置很重要。对呀、啊，多重要！好帅呀、啊、你！后会无期。
唇色润润嘴，悄悄吻上风。